造成刚好目前这一段的车速是不到10的公里，过顶因系统的交流道的地方。那六十四线机型中和往返桥车多，另外在这一次线机型是1.7公里残次，那这个路段有蓝色大的掉落在内侧车道。嗯，谢谢。谢谢。你两万元。2万多。你是领2万，21500的。听到了，这个。对呀，刚你讲这样了。21500给你啊，我可以多一点吗？尽量讲啊，21500啊，1500给公司啊，啊你拿2万啊，多一点了大哥。要多少？差不多，帮我跟我的老板讲23000可不可以？23000还要扣1500啊，21500。哎呀，尽量讲啊，应该要不要还不知道。对啊，先讲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快到吗？快到了。23000扣1500，再扣健保费。好了，那个想休息，一个月一次吧。再说了。23000，我再帮你说了。好，谢谢。政府在上部分的交通事故，台中市警局第二分局执行新式路安专案2.0，同时推动路口减速运动，为大家提起来礼让行人，降低执法。交通观光旅游，3到5月份推出185连山望来双层巴士活动，每周六日带游客走访185线道。在凤梨海茂田参观屏东咖啡园。大哥，我的薪水就是23000吗？好，谢谢。23000一千五给公司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对。后还有健保300多块啊。好。